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睇 ET 财智 talk。 今日咧身边请嚟 Vincent 倾偈 ，Vincent 你好，你好。嗱，今日咧请你嚟想咧讲下一啲固定收益相关嘅投资策略啊？点解咧？我谂大家都睇到咧，最近美国债券咧就被抛售啦，大家都好担心啦，个美债息一路抽上去咧，会唔会扰动到咧其他环球嘅资产啊个关系啊？咁所以要问下你啦，你觉得最近咧呢个债息向上咧，究竟系一个短期嘅扰动啊，还是系一个长期趋势开始咧？